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延安。哎，不对不对，这其实是第二个延安。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我一上街就听说了的神秘组织，人称海上托尼老师。哎呀，往那儿看。看灯光的时候，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在集中你的眼神。这万多大气上的火炮，是不是跟我小时候想的一样？喂，二爷，我经常跟我们班人讲，我让你每次打炮就跟打仗一样，没有退路，必须打好。顶宝塔山，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延安。哎，不对不对，这儿其实是第二个延安。为什么这么说了？因为这儿是我们的055万都大曲延安舰。延安舰是我国自主研制设计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舷号106。这艘舰也是中国海军第六艘055型驱逐舰。2022年首次亮相以来，延安舰先后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是人民海军勇闯深蓝的利剑，是维护祖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实保障。那么，延安舰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飞是陕西延安人，2023年刚刚从士官学校毕业，来到延安舰。除了倍感震撼外，这里的延安特色也让他感到格外亲切。首先，作为一个延安本地人来说，刚来的时候并没有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而是很真切地感受到了舰上浓厚的家乡氛围。延安的剪纸，还有南泥湾的油画，巍巍宝塔山，沟沟沿河水。一看到这幅画，我感觉就像回到我的家乡延安。来自延安的赵文飞对延安舰有着先天的亲切感。但延安舰上还有很多让赵文飞出乎意料的岗位。在我们延安舰上，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还能有一个可以公开发展的岗位。大家往那儿看，报完结束，集合。下面对刚才的报文进行讲评。陆思龙，由你校对刚才的报文。是，第一句，我传，后面没有收到。陈建华，到，由你跟着报文。我传正在收网，完毕。延安舰信号班正在进行灯光训练。信号兵是军舰的名片。他们通过手旗、灯光、形体、视觉、超短波等来发送信号，与过往的商船进行沟通，确保军舰的航行安全，极为考验官兵的反应能力和同步翻译速度。
其实看似我们在发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看灯光的时候，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在集中你的眼神，然后你的心情，然后你情绪就不能有太起伏的情绪，还有你的眼神必须得盯着这个灯，就是它的亮度啊，还有一个长短的闪光的时间来说，然后判断这个灯是什么样的字母，然后再组成一句话。迅速、准确、保密和不间断是对信号兵出海训练的要求，大量实战化训练才能确保在更深更远的海域完成使命任务。有时候你到20个字，可能你看到中间大概16、7、8个字的时候，你眼睛是非常疲惫的，然后你这个时候眨一下眼睛，可能你那个字母的点划它本来是 Q， 有可能就会被看成 J。 我们在通信当中，比方说我们收到的某句报文，或者说首长指挥员让我们发某一句报文，我们是不能加字和改字的。来到延安舰前，罗胜男曾在导弹驱逐舰银川舰上服役3年。作为一名信号兵，他也曾经历过大风浪的考验，令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20年随银川舰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34批护航任务。当时我是在上午值班的时候，在我舰艇的右舷大概60多度有发现多批疑似海盗小目标。当时指挥员就下达了战斗警报，首先是让我对其进行喊话驱离，用一种有点凶的那种语气喊，就感觉你比较强硬，你不能软绵绵的，人家海盗都来了，你不可能说你的语气还软绵绵的。当时银川舰所有武器装备按照一级部署战备向疑似海盗船只驶进。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他，我们有这么强大的武器装备，那他们也就几个船而已，大概距离3海里的样子，我们他可能看到我们向他驶进，他就可能当时双手举过头顶，然后是那种投降的状态，然后拿个白旗在飘。这一次银川舰完成对一批商船的接护，就在银川舰将商船护送到接护点时，电台里面传过来了一句令罗胜男记忆深刻的话。在收到渔船对我们发出感谢中国海军对我提供的帮助，祖国万岁的时候，收到的时候就已经热烈盈眶了，那我只能比那个船员更加高昂的情绪来报这句话，让整个驾驶室的整个人都能听到这句对方的热情啊，然后对我们中国海军的感谢。报告，商船来报，感谢中国海军的帮助，祖国万岁。第一次远海护航执行国际任务，罗胜男无比激动，也倍感自豪。2023年1月，他来到延安舰，从驱逐舰编队到配属航母训练，罗胜男随舰走向了更深更远的海域，也遇到了更多更大的挑战。我觉得我还可以把我自己所学的专业带到零五，然后自己的经验就是带到零五的新型舰艇上。我们舰上硬核的东西那是一样也不少，男娃娃嘛，从小到大就有舞枪弄炮的愿望，但是就是不知道这10000多大驱车的火炮是不是跟我小时候想的一样。把油递给我。曾凡昌是延安舰主炮班班长，2003年入伍，
在这之前曾在两型舰艇上服役，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主炮班长。2015年，曾凡昌在和平友谊2015中马联合实兵演习中曾打出命中率100%的成绩，荣立二等功。可能外军交流，他们就是中国海军雇的。我经常跟我们班人讲，我说你每次打炮就跟打仗一样，没有退路，必须打好。去国外搞军演，我们有几个点那必须要做好。首先要打得响，第二个要打得准，第三个要打得猛。来到万吨大区延安舰上，曾凡昌做好的却是从零开始的心理准备。延安舰现代化水平更高，因为它这个炮有几万个零件，几万个零件你都要摸一遍，你不摸一遍的话，如果说打炮的时候出现问题，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出问题，所以这个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也得需要一个过程。130毫米口径主炮，射程远，威力大，是对海对陆攻击的狼牙棒。来到延安舰上没多久，曾凡昌就面临着一次极大的考验——延安舰的全训考核。全训考核是对一艘舰艇全方位的检验，包括航行、火炮、导弹、反潜、防空等多个方面。因为全卷合格考试之后，我们舰就具备作战能力的资格，然后有作战能力资格，然后就能出去执行任务。就这不到一年的时间，脑子里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只能是想着炮上这些东西，每一个部位，它的工作原理，它的每一个部位的每一个部件的弱点，以后出现问题的话，怎么去应急处置。距离考核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一次有着近20年主炮射击经验的曾凡昌却空前紧张。考全训前几天，做梦也是在检查炮，在射击训练，射击过程中突然间，哎，炮上哪个部位坏了，那赶紧起来，然后赶紧那个，就是做梦的时候叫着我们班的人赶紧上去，赶紧抢修。然后有人会大声喊出来，就是很急，然后睡觉的时候手会哐哐的，然后会拍到床边响啊。全训考核如期而至，让曾凡昌没想到，因为过于紧张，射击过程中他出现了胃痉挛。感觉那是胃还是很疼，控制自己这个心情，不要这个心跳太快，然后深呼吸，因为那个时候你不能让任何事影响我这个大脑去思考这个炮上的设备。可能如果说脑子想别的话，它可能会有那么几十秒钟或者几秒钟，有几秒钟它就是有可能会把一个故障或者隐患错过。准备，发射。战舰是千人一杆枪，随着指挥员下达指挥命令，炮弹出膛，战舰上的空气却如同静止一般，所有人都做着一个动作。每激发一枚炮弹，大家都会在心里默数：一、二、三发、四发，嘣一声数一次，嘣一声数一次，直到最后把炮打完。全舰都会爆发出一种那种欢呼啊、高喊的那种。海军延安舰通过全训考核，顺利取得通向战场的资格证，充分展示了其出色的作战能力。
几个前咱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我一上街就听说了的神秘组织，人称海上托尼老师。想在他们这儿接头发的人啊，这次从剑首排到了剑尾，我可是预约了好久，今天终于开门了。走，必须要把头发收出来。谢谢。哎，过来，好，来了，过来理个发。行行，先坐一块，坐一块。这轮到我了，到你了，到你了，终于叫我上。九哥，你要给我好好剪，我头发就是我的命。你什么要求啊？就是两边后面就是精修一下。王全岗是延安舰上的发型设计师，因为舰员们外出时间不多，他和几名战友就义务承担起延安舰上的理发工作。如今王全岗已经是延安舰上最专业的理发师，十分钟就能完成一个发型的修剪。咱舰员，我不说100%了，那80%的头呢，我都给他们剪。你为啥我上次好几次来，我一直在这蹲着，蹲半着你过来，但是你一直没来。这不光是这一个工作，还有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工作你也得兼顾到。想要找王全岗理发的赵文飞，之前吃过好几次闭门羹，这也让他格外好奇。海上托尼老师王全岗平日里都在忙些什么呢？你不是看我忙啥吗？上一层也是让你看的。我们基本上隔个一两天都要给它擦拭一遍，每一根都要擦。对，平均来说的话，一天基本上要爬上来一次，因为每个舱室我们都要检查一遍。对，第一次爬的时候肯定累，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层，就跟那个套娃一样，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不断突破自己这个心理预期，然后跟着那个班长。他上一层，我跟着上一层，就一步一步迈着那个阶梯，然后两个腿就开始发麻发软。王全岗所在部门就是万吨大区的眼睛，信息上的任何一次误判和纰漏都会产生连锁效应，影响信息的上传下达，进而影响作战决策。我们就是感知周围的态势，敌方态势，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比对，然后能够在较远的距离发现敌方的武器平台。更让王全岗难以适应的还是专业上的挑战，方寸屏幕间海量的数据考验着王全岗的记忆力，只需要去就是用自己这个记忆力去记好多好多好多数据，好多好多好多数字。但是我这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数字不是很敏感。针对数字不敏感的问题，王全岗想尽办法克服难点。那我就把一些数据专门的打印出来拿出来，然后到了晚上熄灯以后，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对着这数据就一遍一遍的记，一遍一遍背，直到这些每一项数据能够完全的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边，那到下一次再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充沛的这个知识储备来面对各项复杂的这个态势。渐渐的，王全岗有了自信，站位上处理情况也更加从容。2021年年底，他还获得了四有优秀士兵。做好本职工作之余，王全岗也在不断精进自己的理发技术。大家都顶着我给他们剪的发型，那出去那都是我们延安舰的门面。就是我个人这个水平，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全延安舰的男同胞、男同志的这个形象方面。
我要捡好了，那我们延安舰门面肯定稳稳的立在那儿。延安舰上肯定有家乡的味道。哎，刚好12点了，你们饿不饿？我好像已经闻到熟悉的味道了，走，我给你们客人过看一下。深夜12点，万吨大区上的暖心食堂开始了。因为舰上要24小时有人值守，轮班前后，官兵就会来这里吃一份宵夜。我们往值班补充一下能量。我们在海上生活很枯燥，然后每天晚上大家值班的时候能吃一个非常可口的夜宵，或者是陕西的油泼面，大家都非常开心。那么延安舰上有什么特色菜呢？这些特色菜又和战备执勤有什么联系呢？晚上夜宵的话，以主食就是当夜宵，有些人值完班下完工，再然后还有一波人是交接工的，他都吃完东西以后，他就上去值班，他有时候他还要经历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值班，所以有时候肚子饿，所以我们就煮的以主食为主。在延安舰上，油泼面、肉夹馍、疙瘩汤等主食当夜宵，完全不用有心理负担。因为这里不仅有健身房和各类健身器械，还有海上健身教练。之前是在网上就喜欢健身这方面嘛，刷这些各种博主，看他们的视频教学，然后学各种的专业知识，有经验之后再教他们，教他们之后自己又会重复学习，然后就他们就叫我刘教练，刘指导。在我国新型导弹驱逐舰上服役，官兵们必须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在万吨大区上服役，荣誉与使命、无畏与担当，深深烙刻在延安舰官兵的心里，也让他们的家人充满了骄傲与自豪。就像我小孩他学篮球的时候，他不要发一身那个篮球服嘛，那号码他就选了106。我老婆她也不懂什么叫05驱逐舰，她说跟我女儿说，你爸爸在中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上工作，你要乖乖听话，长大跟你爸爸一样去当兵。延安舰上还有很多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岗位，无论哪个岗位，每名舰员都在自己的站位上聚焦战斗力的生成。延安舰这艘以革命老区命名的战舰，如同一柄克敌制胜的利剑，挺进在深蓝航道。